被他控制住了，我跟你说。你说的是我吧？你现在爱王秀允吧？哎，有一点点来电。我没有。你也不知道咱俩为啥会分开。你觉得现在掰扯这些有意思吗？你想听的我说不出来，我想说的你又不肯听，两个人在一起干嘛呢？我们三队分头行动了，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不在一起吃饭了。哎呀，张老师生气了，你去劝劝他们。怎么了？张赫，你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都了解了，咱们出发。走吧。啊，哥子安好。要分开喽。这样，几位，我们先去拿一下我们的随身行李，然后我们各自驾车。去到自己的目的地好吗？那个三个车是我们的车吧？我拿了两瓶水，我怕路上万一没有水。哇塞，烤得好热呀！你就是你也不能连续一直弹，你连续一直弹的话，他也人家也是没法剪。我的歌连不上。行，你真的吗？人家就是这样，你放音乐干嘛？人家就是不好。我没放音乐。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话那么费劲呢？我比如你放音乐，我没放音乐，我知道你没放音乐啊，怎么跟你说每一句话都那么困难呢？哎，我说比如放音乐，他们让没啥剪，你瞧我没放音乐啊。我不是早都知道了吗？那你为什么那样说话呢？就是很烦，知道吧？所有的小事情我们都能起，我们只要开车，我们在同样一辆车上，我们一定会吵架，一上车就会吵架。那我们这车能走了？好了，走了，拜拜，慢点开啊，一路平安，拜拜。哎呦，那上面好多牛啊！哪儿？那个羊，那个在草原上。哦，快点，快点，快点！来，小羊啊。喝一口吧。张亚雄坐在后面，那我看前面开车。喂，你干嘛坐后面？他说我整让前面跟他吵架。张老师他们呢？张老师坐一起啊。我怎么有种感觉，他们俩。要复合？对，这他们今天都用一个冰淇淋勺吃冰淇淋了，是吧？还有个，我真吃不了那么多，吃不了放哪儿？哎，浪费，来来来。心动了呗？我觉得张老师还是一直爱着郭老师，他觉得郭老师不爱。但是你又觉得他俩是想，那郭老师跟我说他不想呀，他是一个讲感觉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两天他有感觉。你说张老师这两天拼命的骑马呀，然后帅呀，在郭老师面前是不是有一种熊孔雀开屏的感觉？熊孔。其实你说咱俩，我觉得
都挺好的。其实归根结底啊，就咱俩这个，就互相老误解，你发现了？就比如说你老觉得我急说话，其实我根本就没急，但你一说我急呢，我反而急了。还有昨天他们说的那个，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聊嘛，就说你拍的戏我从来不肯，肯定啊，或者是鼓励啊，我觉得我也挺抱歉的。你怎么就这十年，你现在就不怎么就对我有所肯定了？真的这么惨不忍睹吗？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说的那个意思不是在我的工作上给鼓励，就整体的生活，他只是拿那个事儿作为一个切入点在说。其实我言下之意不是要聊你看不看我戏的问题，它是一个生活上互相有一个关爱的问题，就是对你的关心有的时候是不断的累积的疏忽哈。怎么说呢，反正也不能怪你，因为我觉得就咱俩这个在情感上表达的很多点可能是互相没有 get 到，你知道吗？对，就是你说俩人点儿老没在一起。因为你在外边可能会碰到很多人对你的误解也好，或者说对你的一些不认同也好，那你回来之后，你跟亲近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你有种安抚。你看，如果说那会儿你会对我有一种安抚鼓励的话，可能反过来，就我也会这样，就大家可能变成一种慢慢的一种互相的鼓励这种习惯了。人家不是说吗？说爱情在婚姻里最终都是会消退的，但是其实要找个能聊得来的人。你看，就是所有的沟通都在离婚以后才发生，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也出于好心，觉得哎，对方听不懂，是不是我说多了，然后就把自己给搂住了，你也搂，我也搂，然后就全。哎，所以说啊，你说虽然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激烈的矛盾，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就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大的问题。前方路段限速60。要不然，那如果你要再找一个，你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你觉得跟你能匹配的呢？我不太在意他的外在的东西，比如长相啊。你不在意长相，你怎么当时就看上我了呢？你长得多一般啊！我，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吗？好吧。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太适合婚姻？哎，有这感觉。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潜意识里也很害怕去被对方付出一些情感或者怎么着的？我不是，我其实并不是说我不敢往出掏，我怕自己亏了怎么着哈，受伤，我是觉得会不会这样有点让人家觉得挺负担的。就是你如果往出掏感情的话，它太重太沉，然后你怕对方承受不了。对，有些人就爱得非常的非常非常深，我觉得那样也挺矫情的。哦，就是说你爱了之后你会很矫情的那种，爱得太沉重，爱得太就你爱就会变得沉重，是这意思吗？太情深吧。你这咱十年我还真是没有感受到过。对呀，你就是没有感受到啊，因为我不想那样，不想让自己那样。那你觉得雅兄坐在后面，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吗？也不见得吧。刚开始我觉得老王是一个对他说情商为负的一个人。雅兄真的好不容易，
但后来我会觉得相处久了就亚琼会暴露出他一些小的缺点。亚琼是失控型的。亚琼就是我都每天为他很担心，你知道，别说老王。前方路段限速60。你把那个手机，你看你放那儿去了，回头看都看不见。那你找我要不就行了吗？你从哪儿拿的？不能放回哪儿这地方去啊？我就不是从那里拿的，是你递给我的。我哪递给你了？就自己说的话，说着说着，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话说的整天胡话？明明是你自己伸手，你刚才拿过来伸手把那个解开，现在又说是我递给你的。我一直开着车，根本就没有递给你。没地就没地呢，那就为什么整天在说谎话呢？我不记得呀。不记得就不记得，为什么这就是谎话呢？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说话？明明不记得，为什么说话那么肯定呢？我就不是从那里拿的，你递给我的。我觉得就是你递给我的呀。这事实，我在开的时候我这没有递给你，不放我原位。你要拿身份证吗？车窗摇下来，上面写着呢。四面车窗都下来。别，我听什么？哎，只听着。四面车窗摇下来。哎呀，我，你能不能闭嘴 ？Shut up！ 我一点都听不见，你就是一直在说，我就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我都告诉你，你全部，你能不能闭嘴？能不能闭嘴？就是你非常就是武断的很，你就不给别人机会，你自己干嘛就要？我已经告诉你，我已经告诉我没听见，我想自己听，你非要给我盖住，你能不能就等别人说完你再告诉我？那时候时间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就必须要闭嘴，让我自己听，你偏偏非要按你的意愿来。只要不按你的意思来，我就是错的，我就是不行。你说那个都不是真的。什么？我刚才就我就直接告诉你了，就要你能不能不说话？那我没说话了呀，没说话了呀。还说你没说话？我上次说了，你之前我不说，现在哎呀。前方170米。你走的是 ETC 吧？这个有 ETC 吗？他在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哎呀，为什么总是赶着别人说话，你说话？看着你走错了，然后我就不说话。而且那个路那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听导航，你怎么知道我不需要听导航？你为什么需要听导航呢？在一个关口，你就是只能往前一条路。你能不能 shut up？ 就是在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时候，不要有的时候你我没有说话，你还是会走错。你有毛病啊！我走错那就我的错好了吗？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个人都能知道呀。我就是不知道，我在开车，听我的行吗？走错你就不要管行吗？你能不能闭嘴 shut up？ 我不说，我可以。就会因为各种类似的这种小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然后问题这个过程吵完之后，我说好好好，我不理你哈，我不吵了。不，他一定要过来找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给我讲清楚。就是你总说你一想这样，就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样，你都要倾听，你要看一下周围人的到底人家是不是这样想的。别人甚至跟你说的很明确了别人的想法，你还是认为他不是那样想的。哎，打多少电话呀，大哥？我回来了。快点，就等你一个人了。你跑哪去了？你在这你。知道12点出发的呀，就是叫你完全没有反应。你干，你啥意思啊？没有，不是你们聊。你给亚琼吧。亚琼去哪儿？他昨天出来是不是凉了都？对，你该吃吃了，不管他。那我包放哪了呢？
我是不是给人的印象特别差呀？你自己感觉不到吗？我感觉不到。就是因为太自我了，是吧？是啊，过于自我，你就是没有分寸，你知道吗？如果你上别的组的话，比如说迟到啦，或者你要学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寸。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我以前会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昨天郭杰对我说一句话，不要把无知当个性。这是一个素质，你自己感觉不会做，你就是没有分寸，你知道吗？你把门开一下可以吗？什么？我自己来搬吧。非常恐怖，都是些小事情可以吵得不可开交。我希望他很直接、简单的承认这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他会记忆很深刻，你才会真正的改变。到达目的地，新区域。啊，到站了。走了。302，这里。哇，不错哎，还可以啊，比帐篷好。那我们等行李到了，洗个澡去吃饭呗。可以，查一查附近有啥。你的羽绒服呢？要挂起来吗？嗯。哦，好重。哎呀。嗯，看看附近有啥吃的啊？那，换鞋。羊骨小酒馆，小酒馆。我不想吃羊骨髓。居酒屋啊。有生鱼片不太敢吃。那个啊。哎。来，哎，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这么多箱子哦，沾点裤子，沾点裤子，啊，沾点裤子，整点裤子，整整裤子，没有裤子，噔，我说你整整裤子，你刚刚不上厕所，行李到了你上厕所。你是在找吵架吗？你是在找吵架吗？我觉得他一累啊，他其实对我不是特别有耐心的，他又跟我发脾气，然后说我两句什么。
会沉默，受伤的总是我。啊！哎，不行，看，烦死了。我再去看一间房间吧。随你。哎，你好。哎，你好。哎，哎呀，我来亲一下我。送外卖。啊，那我们不用出去吃饭了。嗯，哇，给丫丫带个烧鸡，我要吃烧鸡。哎呀，我想吃羊棒骨呢。我要吃烧鸡。吃什么羊棒骨？妈妈拿烧鸡，有干肠，这干肠我是我自己灌的。来，好好吃的，自己灌的，你来一口，吃点瘦的。那你在干啥呢？我惦记你啊，来慰问慰问你啊。我本来要吃羊棒骨呢，你过去慰问给我整人盒饭给我吃。你在这慰问呢？那你说你妈重要还是羊棒骨重要？啊，今天肯定是羊棒骨重要一点吧。你要晚来个半小时，我就吃上了，你就重要了。嗯，主要干嘛呀？来了旅游呗。就是旅游啊。嗯。你行程差不多了吧？行程正好一半。是吧？我们家的内容是什么呀？你先吃完饭吧。是吧？嗯。嗯。嗯，瞎笑什么？你踩我脚干什么？我估计他踩我脚的意思应该问我你怎么来了，让我 Q 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看我还不是因为那个你们两个关系的事儿嘛，啊，小孩你看看我是着急啊。”我估计他 Q 我，因为他前面也挺紧张的。特别逗，对，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不提这个事儿，我等他说，看他怎么开口。我就寻思你俩在这儿很累，肯定的是吧？嗯，关键是开不开心啊。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没吵架吧？嗯。你说没吵就没吵，喝酒了？没喝酒了，不让喝酒。啊？一半了，达到效果了吗？其实我真的有顾虑，有想法，丫丫。嗯。我希望我们这个家是个完整的。就作为我来讲啊，我是一直回避的，我从来没跟你谈过，丫丫。我不说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其实我觉得婆媳之间呢，还是应当有一份客气。毕竟我不是陈慧欣，是吧？你跟陈慧欣来可以吵。跟我觉得我们俩要吵起来的话，再好不了了，那就是吧，有一个鸿沟。
哎呀。那我能想知道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身体有问题，还是你主观意识有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不能用一个什么问题来去说它，只是一个选择吧，它只是一个选择吧。当然就是身体嘛，就是因为这个年纪了肯定没有那么容易说来就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您面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就是微微吧，有时候就比如喝酒啊什么的，发脾气啊什么的。其实有了孩子您也知道，我也不希望说只是我们在管他，微微肯定要参与的，是吧？然后其实像我的成长和微微的成长，其实父亲都比较淡比较少。是，如果生了孩子，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只有妈妈带着的或者姥姥奶奶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不会的，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他喜欢孩子的，我相信他有这份责任心，这不是问题。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是有点恐惧，其实他们越积极的心态会让我越恐惧。我想的就是其实我们俩真的也还挺好的，然后如果有了孩子呢，生活就会有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大家的重心然后心态上的调整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还是先不要。那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当然可以。有一天 KK 跟我说我们想做丁克不要孩子了。哎，我当时就晕了，说真心话，我都疯了，我那个心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的。如果当初就想做丁克的话，婚前就说我不反对，你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那我觉得现在要说的话，我真觉得不舒服。从不了解、不认识、不接受、不喜欢到喜欢，包括现在是爱。而且我觉得这个家呢，有你是个完整的一个家，有你是个完整的一个家。如果说真的说为了这个孩子，说你就不想要了。我们又非常想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那就不要这个家吗？真的说，就是你俩说实在不要孩子，一吵一闹，说那我们就为了找一个要生孩子的女人，那会更好吗？不知道怎么开口。特别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穴，聊下去就可能会引起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就会就是因为有这个分歧，所以才来这个节目。但是其实前几天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啊，他其实每天都有喝酒。就我们去爬山，然后上那个山坡的时候，他就说：“童晨天，以后我再出去喝酒，你可不可以不要老念叨我，让我一直喝得到？”这两天的话，他一累啊，一那个什么，他其实不是特别对我也特别有耐心的，他就跟我发脾气。刚刚那个也不该走里边，该走外面。你走外面，你怎么走都不对。你走外面就可以直接回去了。胡说。那你以后不要做饭了，好不好？我没有权利让别人不懂我吗？谁要？你俩生这种东西来结局有什么意义？他老是在找后路，就是他没有那种决绝的一个决定在那边让我看到。对于我，对于
如果是未来的孩子的话，都没有什么安全感，太不稳定。因为如果当我决定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要付出的可能是几年的时间。再有个孩子吧，我年纪不小了，然后如果我自己还要工作，就这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呢，说实在的呀，我觉得生孩子是你的权利，是吧？生不生也是你的选择。但作为我来讲，妈妈为什么希望你有个孩子？妈妈就希望等我不在了。哎，别讲了。妈妈就希望等我不在了，陈慧欣不在了，谁来爱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孩子能够延续妈妈这个爱？等你到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再不生就晚了。雅雅，真的，等我不在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妈妈不在了。谁跟你说心里话呀？只有你的亲骨肉，把妈妈对你俩的那种爱，有个人接住，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心病，其实不敢碰的一个点。等到我不在了，我儿子有人疼，有个好女人支撑这个家，是我最大的希望。所以说，我不能说对人有要求，我只能说我的希望，希望丫丫能给我们家带来希望吧。其实我有几年跟我妈妈有很多误解，就我起初会叛逆，会觉得她就是来左右我，但后来我觉得她是有道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还能够怎么去面对生死，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但可能有了一个寄托，人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那么绝望。这是我的心，但我不希望你在我们之间产生一种有意见或者怎么样啊！我不是比你，我绝对不比你，丫丫。嗯。我不会说你是我的亲姑娘，我拿你当我亲姑娘，我当不了。媳妇儿就是媳妇儿，你没在我这个怀胎生出来，我怎么能那样贴心呢？但是呢，我会喜欢你，是尊重你，爱你。确实，我妈单独在后面，包括岳母，就是我们几个有聊过几次。其实我是都站在你这边的，对吧？是的，是的，是的。她总是给我上课，跟我说这些事儿，死劲让我接受，还告诉我什么呢？我们的人生我们做主，我生不生孩子跟你有关系吗？她跟我的生活呢，她呢很强硬的站在你的立场上。但是后来我想，最终目的我真的要了一个孩子。你俩不在一起，我做也好，闹也好，把这孩子生下来了，那他生活都不幸福，没有你俩那么好。整天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他俩在闹，在跟那个人在整，那我图什么呢？我自己成了矛盾体了，这是我来的也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图什么呢？图的要一个孩子，完了没有一个那么好的优秀的媳妇儿。我还挺害怕的呢，天天给我找一个女人给我生孩子，跟她过了，那我丫丫怎么办？谁会有丫丫那么好？谁会有丫丫那么好？你这是还是有。我妈经常跟朋友说，哎呀，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真的，他们都说我好幸福。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我真的幸福。其实来之前，我觉得90%有一个决定，是不想生。
但是现在可能有点犹豫，然后还在思考中。哎哎，谁呀？是杨棒骨到了吗？等一下。哇，哎，老妈来了！哇，哎，老妈来了！想到吗？哎呦，我的大嗓门来了！哎呦，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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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嗓门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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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认识我是吧？哎呦，我好几天没看到你，哎呦，我的娘哎！我们家都是表演艺术家。我的女婿大人的，啊，这是我是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的，你的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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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你千里迢迢的，我以为千里迢迢把杨棒骨从那个上海带过来。你这两天在来干嘛了？你们？哎，进来台词都是一样的。哟，今天好漂亮啊！好漂亮，刷新刷新了呀！假睫毛，真的假睫毛，怪不得。我花钱了164块啊。你们这次来聊孩子的事情了吧？嗯。他也想要。聊得怎么样？聊得本来挺沉重的，这你们都来了，就变成喜人喜剧了。什么喜剧了？孩子的是要生一个的，你说对吧？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装嘴巴你换的，这个装嘴巴你换的。这个女的不认识，哎，小孩生完了，现在他跟谁化妆骂骂他？实际上我们家庭真的挺好的，像我这个女婿，我可以说我是满意的。你在我的心目当中，真的你是个好女婿。我一直很认可你，不是叮咚这个红包的事情，对吧？平时哎，跑进跑出哎，叫我老妈老妈，很亲热的。有时候我们过节的时候，妈来，我们喝一杯。实际上我已经戒酒了。哟，陪他喝，他你喝多少？我说你喝多少，我也喝多少。这是我的不对啊，对不起女儿，他又喝酒了，对吧？再一次的喝酒。反正大家都是自己的，今天女婿大人嘛，我也实事求是说，实际上我要外孙的心是很切的。嗯，我的婚姻状况你也知道的，对吧？因为同城街是单亲家庭，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婚姻状况造成你不想生孩子啊什么的，这是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凭良心说，妈妈这个妈妈就越当爸爸越当妈妈，对啊，一路上把你呵护的是挺好的，我也自己也很辛苦。嗯，这个他明白的，对吧？我从来也没这么就是说过，是心要说这个话，心里也很痛的。但是你今天能够承担到今现在这个地步，实际上我是很开心的。是，其实我是很心疼他的，我不想看到他这样，伤已经好了，但是呢，有的人没办法，又要把伤割开来看看。因为真的，我是对不起你的，丫丫，我这里在这里说一句，妈妈对不起你的，妈妈对不起你的。其实我不需要他这种道歉，就是我没有到要怪他的这个地步，没有什么好责怪的。他妈妈从来不会说这个话的，就是说我的婚姻影响了你，对不起你。我也理解那个我亲家的那个难处。就有些东西，婚姻也好，生活也好，不是你能来决定的，也不是你说好就能好下去的。
刚才那个我们也说了，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非得今天就把这个砸下来。那对对对，但是说我们现在在考虑，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我们的前提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持现状。对对，我们两老的宗旨就是无论怎么做我们不想把这个家分开，我们在一起一家人，是吧？对对对，我的心情想说妈妈还是挺看得懂事情的吧，如果不生呢，那难道真的要分手吗？婆婆说就是还是不希望我们散，这个让我挺感动的。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好的种子，起码表象上的接受他也是有内心的一些变化嘛。可能你这个事儿不一定能做成，但是你把好的种子先种下去，等着它慢慢发芽。肯定这一句两句不会怎么样，但是他能把心敞开了，我们能交流了，我们敢说这个话题了，原来这个话题是我们不能碰的，我还挺快乐的。就是说他能知道我，知道我的心，我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人出来下决心的。酒的事我肯定可以控制的。要戒这是不怎么容易的，我们慢慢戒，对吧？哪天我们的宝宝出来了，宝宝哪个奶瓶你哪个酒瓶对碰，哎，宝宝喝酒少喝一点，宝宝你喝奶不是很开心吗？你说对吧？你什么鬼？哎呦！我可以吧？我是不是？差不多了吧？正常。行，我觉得再说一句吧，咱们这个就很难收场。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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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待会儿微信啊。换个睡衣。要不我再去开一间房间吧。为什么？太怪了。我们可以合衣而睡。现在不跟老张一块睡，我不太习惯。那你跟他们换一下。你问老张在哪呢？哎，你们都在哪儿啊？离我远吗？晚上要不要一块吃饭？想不想去下馆子？今儿歇歇吧，今儿太累了，在酒店随便吃一口，随便吃一口，然后就早点休息了，这样。按脚的地儿，哎呀，我是郑磊。得，我现在送不了，我来。那待会儿我出去了怎么办？没事，我。
帮我拿那个框块袋子呗，我想多装点酒。酒的事我肯定可以控制的，我肯定可以控制的。太沉了，自己买的酒跪着也得抬回去，这太重了，哎，辛苦了。哎，大哥，喝一罐不？喝一罐啤酒吧。啊，好嘞。来喝两口，就是给你们买的，快来坐会儿，来坐会儿，别拍了，快喝两口，喝两口再拍。来了，来一杯了，兄弟，搞一杯来，来没事，没事，来搞一杯来，搞一瓶，给你面子了，给你面子了，快了，这酒特别难喝，你快帮我喝一个，买错了，快点，真的不骗你，一点不跟你客气。哎，那个小哥叫啥来？让他坐在那儿，我就心疼他。他喝不了，他在那儿卑鄙。哦。他喝不了，他在那儿卑鄙。辛苦。我老婆跟不应该哭我。开我的会了，问题平常开会，现在家里还有摄像头呢。都一点多了，已经。我在房间里等他的时候，我是有点生气的，因为其实都很累，在我们唯一独处的这一个晚上，这个人不见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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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人是缘分的，你存在我的生命里面，你跟我在一起了，我就要对你好，因为我不管别人，我就这么任性，就想跟你在一起。那个童老师，平常啊，在家里，我跟他结婚七年，我跟他取的外号叫不舒服，就是他没基本上舒服的时候很少，他80%都在不舒服。我跟你说，世界上能受得了的女人没有几个，受得了你的女人没有几个。现在也没别的可以炫耀了。差不多了吧？啊，2:30左右。那天晚上我喝了3.9，张赫，我是问你，我为什么要6点？我马上要6点起床。哎，不是，是这样的，我们俩都喝到3点，你为什么不12点回去睡觉？因为我爱他。把你快发给我。我觉得不会改了，不会变了。其实有时候他兴致高的时候，我也觉得还行，就是有时候这个度吧一过，你就会突然就很生气，很生气。来，这里 K 哥，快走，走了，睡觉。哎，聊10分钟吧，聊你的头啊！走，他没完没了的，10分钟、20分钟，一直会聊下去。来，走不走？我要出门，不要带我回去。有时候我觉得人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呈现在他面前之后，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如果没有痛定思痛，我觉得他改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把后果呈现给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把后果呈现给你。后果呈现给你，呈现给你。我可能崩溃了，随时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我想回去了，你去吧，留恋的，好吧，啊，留恋的，不应该再喝酒了。就是你想要的，你成功了，你成功了。在他心里觉得我是要害他也好，背叛他也好，都无所谓。但是我要你知道的是，你喝酒真的会误事。我先下楼啊，我下楼把那个车的空调给打开，要不然太热。你待会儿直接下来就行。你稍微快点啊，咱们吃个饭去魔鬼城路上还得1个多小时呢。啊，博客你好了吗？我在车旁边呢啊。张赫老师只要过了12点，他就会开始催了。对呀、啊，你看那美国都是，哎，好有压力。哇塞，热呀，热呀！哎呦，
你把包那个随身包搁后边。哎呦！哎呦，你是给我发短信了吗？对。我根本顾不上看。哦。他们好像市里就温差就没那么大哈，就是草原上温差大。嗯，我估计那草原上海拔高点有关系。克拉玛依西。前方有违章拍照。你知道我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就买过一本书，是一个作家叫李娟儿。他写的《阿勒泰的角落》，好多年前买的了，一直没有看。然后之前要来新疆录节目，我才把这个书拿出来看。就是你买了它，你就以为你拥有它了，但是你从来就没有读过它。嗯。那咱们现在去那个地儿，是不是就经过阿勒泰？因为刚才高速不是看见阿勒泰的方向吗？刚才你说阿勒泰，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你开车，我给你读百度出来的魔鬼城的介绍吧。行。嗯，他说关于魔鬼城有一段神奇的传说，传说这里原来是一座雄伟的城堡，城堡里的人们勤于劳作，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伴随着财富的聚集，城里到处都充斥着尔虞我诈，每个人的面孔都变得狰狞恐怖。天神一怒之下把这里变成了废墟，城堡里的所有人都被压在废墟之下。每到夜晚，亡魂便在城堡里哀鸣。还好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在那儿录的，不然挺瘆得慌，是吧？传说啊，不是，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些驴友的介绍，就说晚上其实在那儿，就是因为风声嘛，不知道那个地貌形成的风声呼啸的声音，其实挺像，挺有点那个鬼哭狼嚎的那个劲儿啊。哦，对啊。不过去一个地方，要能听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传说。感觉去的时候会更期待，或者说那个地方在脑海中更神秘了一点。你要不读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就到魔鬼城一看了，也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叫魔鬼城。骑个骆驼，骑个骆驼。你这么说，我骑骆驼感觉有点害怕，人在底下吧。魔鬼城，从外头看就有点魔鬼了。魔鬼之眼广场，你看雅丹风景街。但是你刚才车上读的那个，它就是一个传说嘛。但是这真是一个城吗？把这个 Osmo 打开。郭老师，第一次到魔鬼城是什么心情？就是觉得热，快成烤包子了。郭老师今儿裙子有点飘逸啊。对吧？谢谢你的夸奖。这感觉是司机跟女老板共进晚餐。啊，对呀，一直是这种情况。是吗？嗯。你是这样想的。啊，我们是不是要坐那个小火车呀？魔鬼城，我们来啦！然后呢，就尴尬了，没有那么多话。这个城里，在传说当中，原来那些被欲望膨胀的男女，把他们埋葬在了这座城的地下，有点瘆得慌了。一望无际的
他还能转过来自拍的吗？入入镜，郭老师。郭鬼城。哇塞，苍茫的脸。你拉着点我。怎么？怕我那个什么庆祝。前面那堆看着特像潜水艇，下面有一尖儿，看见了吗？是不是后边那一艘潜水艇？嗯，太神奇了，天然形成。骆驼，郭老师，你都不跑的，让你比划两下的吧？可以走两圈，估计是。看看骆驼去。哇塞，这骆驼，可以两个人骑一个。这个那咱是两人骑还是一人骑？这个那咱是两人骑还是一人骑？都行。那听你这意思，你想一个人骑啊？两个人骑啊。这骆驼跑不起来了，往后坐。我记得有骆驼也是能跑的呀。来，美女。好，回来我给你拍照啊。踩哪个上来？直接上。直接上。哈哈。哎呦我呵，太急了吧！别三哥火了！哎呦我去！哎呦呵！OK。这个骆驼好温顺的，都是。嗨嗨嗨！你可以拿你那个自拍。我已经够眼睛都看不过来了，我还拍。这，我来拍。你是拍咱俩呢是吗？啊、哦，我看那个相机模式在哪儿？哪摁哪个呀？摁这个，我来看。行。摁这个，我来看。拍照。是拍照了吗？好，摁红点它就拍照了。那个好像就是狮身人面，你跟埃及那个好像的。是挺像的，这真的很像。哇塞！大哥，这魔鬼城原来是个城吗？原来是个淡水湖这。淡水湖，哦，这是湖底的样子是吧？湖底的样子。一片湖底，这原来是一片湖底啊！真是啊，这湖底真像一个城一样啊，露出来之后，你看那一个一个像不像房子？是不是？就自然形成的，全都是。哎呀，湖底是这个样子的。你今天就没有骑马的那感觉了，是吗？没有骑马的感觉。那你后边是不是特挤啊？挤不挤？挤倒还行。但就不知道骆驼跑起来是什么感觉。别让它跑了，大热天了。看小飞机。呜、哦。结束了。不好。很乖的，其实挺慢的。对，我先下，你就下吧。你先下吧，不知道怎么下来。侧着下，坐下。OK。啊，谢谢。拜拜，辛苦了。拜拜。继续向前。世界魔鬼城。哎，张赫，这有这个能玩吗？动力伞观光体验，像降落伞似的。降落伞啊？啊，就这种。不，这个在三亚不都玩过吗？它就是得把你拽下来。你说白了还是有点恐高是吧？越野车都刺激啊！我带你跑一圈。我们坐怎么坐呢？你郭峰，你想坐前头坐后边？可以两个人骑一个。那咱是俩人骑还是一人骑？你不会你想坐前头坐后边？我都行，那我坐后面呗。不是，你需不需要我跟你坐一块？我怕你。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啊。哦，哎呦，我知道了。
走吧，野起来。哦，帽子会飞掉的，帽子一定要抓住。会飞掉的，一下就掉了。这么恐怖吗？抓紧点啊，还挺晃的这个。而且我帽子都晃着。你也套上呀。哎呀，我去，听着有点刺激呢。刺激刺激啊，越野当然刺激。哇塞！呜，那个帽子已经吹掉了，帽子已经吹掉了。哇，我小心啊，下去了，下去。呜呼！哇哈哈！刺激！哇！哈哈！啊，上坡了！哇塞！哇！哈哈哈！我怎么觉得跟坐过山车似的？玩吧！好玩！我就喜欢这刺激的。走，下去看看全景去。我感觉我已经成雕像了，都没法动了，手抓的。我天！哇塞，我这头发都吹立起来了。太刺激了，我眼睛都睁不开呀、哎。刺激的，刺激的。你说这有没有回声啊？应该没有。这应该没有。风声太大。嗯，到晚上不知道。哎，有的。有吗？有，你再来一个。那边，在那边。你失散的兄弟，回应我了，他回应我了。魔鬼城里也有人儿，也有人是吗？哎呀，我都不会画了，我都不会画了。往下走走。那个张赫，嗯，你随便挑个好看的石头给心智带回去吧，他自己老喜欢捡石头。好看的是，你捡一块，我捡一块，然后跟他说是从这儿带回来的。我给他捡的是这个。嗯，我看你捡一什么样，这么大的。我给他捡了两个红色的小石头。这边也很多。哦。一堆，这谁捡堆的？这应该是谁曾经捡的？堆在这儿了吧？是吧？哇，这些石头还真挺好看的。儿子到这儿疯了，他肯定他超喜欢捡石头，给他当那个种画画的镇纸也行啊。这个就是猪肝石，回去可以给儿子带回去。金丝玉石，这是一个玉石，他们当地生产的。这个你看，是红的都发紫了那种。那边那俩，最远处的，那两个，你说那两个尖的，像不像骆驼那背？下边是骆驼那身子，两个像驼峰。啊，嗯，像的。我和你可以在这个对，在这个对这个位置 ，OK， 很好，很好，靠近一点。嘴都裂，笑不开了，都干了。说几句台词，啊！说队伍人都齐了吗？我们继续杀不杀？杀不杀？拍着我了吗？刚才又没有，只拍骆驼了。好的，漂亮。骆驼们，打卡成功。
拜拜了，孟子成，有缘再见。郭老师，啊，你要自拍的吗？拍上你的呀。啊，我在，我在，我曾经在过。拜拜，魔鬼城。继续上路，下一站。那直接去吃饭地儿。嗯。你捡的这个，你捡这个是好大啊！你没觉得这个更像那个什么玉吗？玉吗？哎，我能不能这次宰你一个和田玉的镯子？大姐，咱俩离婚了，你怎么还老想着宰我呢？上一任买了条裙子，然后现在买个镯子。你能不能送一个什么离婚纪念礼物给我呀？啊，我给你买个镯子。我戴什么镯子呀？哎呀，戴嘛，戴嘛。你给我一个镯子，我戴不了，反送给你。去吃饭地儿。我这儿好凉快啊。怎么样？感觉咱俩第一次旅行。嗯，挺好的。挺好，言简意赅呀。两个人旅行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原来都是带着儿子一块。还好啊。咱俩结婚这十年来，我觉得是第二次两个人联手干的一件事。还有是哪？去哪？就是一块儿制造了儿子。哦。那胡克，其实你应该找一个会特异功能的，有他心通的那种，马上知道你在想什么。吃菜吃菜，吃菜吃菜，闭嘴，闭嘴。请进。哎呦！啊！我是张赫的三姨，他亲妈早就去世了，我就相当于就是他妈。听说他俩都在这儿呢，给他俩撮合撮合呗。他们还是有感情，不能说没感情。听听柯宇想不想，想不想复婚呢？哎呦，坐坐坐，快快快快快，坐这儿，三姨来。坐坐坐，三姨快。你这是瘦了还是胖了呀？瘦了，肯定是瘦了，瘦了哈。坐下聊吧。你没有觉得我变漂亮了？漂亮了，我说你瘦了吗？心情好了是吧？对呀，就人心情真的是很重要。有人爱的女人就是最漂亮的女人，你是不是有人爱了？你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了？被你看穿了，有了。我到时候私信告诉你，你帮我想想，把把关。真找着了？没有，现在。当时心里挺高兴的了，家和万事兴了。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十年没旅游，我来旅游一次了。度蜜月来了，度蜜月来了。中间什么乱七八糟？那你俩就是这个来的是吧？就是弥补一下，算十年当中间算没旅游过，算这次算旅游一次呗。我还以为你们俩是被这个节目的名字给吸引了呢。你看啊，再见爱人对吧？再次见爱人。哎，我说你俩是不是想好呀？对吧？不是，再次见到亲爱的人，对吧？再见爱人，那我是这么想的呀。所以我认为，你俩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想来，正好是个机会？那我这对吧？三千多公里，我过来了，是吧？嗯，那我得你得过来助力，给你们喊加油。所以我上来就先说这事儿啊！你看我还没吃饭呢，就先说。是。
还想做做你俩工作呢，还以为你们俩是为了这名字来的呢，看让我失望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呀？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不赞同。啊，你相信我的话。不是真的，其实有很多家庭为了维持一个所谓的婚姻的完整的假面，然后其实但是里面就是各种暗涌。为了孩子，然后就是所谓完整的家庭，但是不意味着有完整的爱，不如是这样，这样其实挺好的。完不完整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要幸福，大人也要幸福，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哦，人家卡瓦斯。卡瓦斯，对。当三姨说卡瓦斯的时候，我们的聊天气氛已经进入到冰点了。这个到现在也没有问出来什么。你们俩又不想好，我来是干嘛的呀？是吧？不知道怎么聊了。对呀，因为我俩的情况我太清楚了。其实我们在原来在婚姻当中呢，本身沟通的也不是很顺畅，然后共同的话题也不多。嗯，其实有时候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张慧，你有没有意识到，也有没有一种原因是你会不会听得懂还是听不懂，这也很重要。嗯，我并不是不屑于说跟你哈，针对你或者说不想说，是有的时候觉得你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觉得你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就不说了，慢慢。说实话，我同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我们俩玩的时候，因为原来我们今天这个魔鬼城啊，它是原来湖底，所以说它那个地啊特别的软，一踩下去一个深的脚印，旁边有那个软的那个坡嘛，它旁边写的禁止攀岩。那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詹还真爬不上去，我说这土啊一踩一个脚印，我那意思真爬不上去。然后郭鹤又给我来一句说，人家本身就不让爬，所以我俩一聊这个坑全都是岔着来的。你的理解是我在说不让你爬。不是，但是我说这句话 你理解我的意思是我要爬，但我的意思说这个事儿是不能爬，因为一踩是一个脚印很软，根本爬不上去，对吧？我并没表达我要爬，但他告诉我的是别人不让你爬，他以为我要去爬。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是我理解成是他要爬，然后我阻拦他，告诉他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没有，我当时只是在想，如果大家都这么爬，肯定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痕迹，我只是这意思。我有可能觉得你是不是我们之间的婚姻日积月累，其实我有很多话说出来，你觉得我在否定你？不是，首先这个话题是我先提起来的呀，今天。但是他接的那个话不是接的我说的话的意思。我接的话你会理解成我是不是在否定他？不是，你别老说我理解你的意思。首先你理解我这句话怎么理解？你是理解成我要去爬？没有没有，我一点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人家不让爬？我知道人家不让爬，好吗？后来我俩一到这个份上，原来也是一这么一聊吧，就不说话了。那肯定不能再说了。我知道他是什么，我就没法再说了呀。其实你们俩之间呀，我觉得就在沟通上确实有问题，有障碍，有障碍。对，所以离了最好。那不是这样，婚姻家庭它都是需要经营的，这婚姻一定是需要经营的。锅碗瓢盆都会有碰撞的时候，很多你看着貌似很幸福的家庭，它都会有小矛盾，但是彼此互相迁就一下，互相谅解一下，在家里是可以的。跟你三姨夫不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那也不也是磕磕绊绊，也是走了一辈子，都六十多了。经营家庭，经营这个婚姻，这是必须得经营的。好吧，我懂了。但是其实我想想，我也经营过呀，不经营，我俩也不能再有这么十年这么一个经历啊。可能人有时候也都有极限，就是这个手段穷尽了，没了，你知道吗？也没有经营好，那就没招了嘛。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挺想复婚的，他肯定也想过。
昨天我不是那个那司机接我吗？还没跟你说这段呢，可逗了。嗯。他说郭可宇说了，还是原配的好，想复婚，想复婚。别逗了，三姨，炸我！那人姓逗，要不然一会儿你问他。不可能，那真得当面对质。他说你说的，他说还是原配的好。不是三姨，这玩笑真的不能开，会给张赫一些错觉，那个误会。是。我是想看看你的，听听你的想法，真心的。你没这想法吗？绝对不可能复婚，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俩是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其实是互相想清楚的。这种状态他也很习惯，他也觉得过得很好。我们现在共同目的是让孩子心里能因为这个事儿别受影响。在我儿子边上啊，我看他眼睛里都有泪水了，因为他心特别重，他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现在他们俩都放不下来，两人都有点端着，挺明显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离婚时间有点短，估计两人也都没调整过来呢，这么快就复婚了，啊，估计他可能也接受不了。他今天如果就跟我说三姨没问题，那这就不对了，这绝对是假的。我觉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那没准十年以后你俩就真又回来了呢。十年以后都老了，如果你再找到另外一半，你会觉得还不如他呢。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这儿，好好给你放这儿。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是换汤不换药的，就是你找的一个人永远是上一个人，你认为有一些缺失的地方，能有一些填补啊，或者什么，嗯，反正也都看明白了。我其实觉得也是原配好，如果能走下去，那肯定是原配好嘛。如果他们都没有结婚，这种可能性就有可能都等不到十年。我相信我今天这所有的事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促进。我现在发现没有绝对的事儿，啊，你绝对不想做，你可能就做了；你说我一定会做，你可能后边就做不了。就不能把话说那么满呗？不能死，一定不能把话说死了，就是这样。芒果 TV 再见爱人第二季嘉宾招募正式启动，无论是面临情感困境的夫妻，或是已经走出婚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爱与分别并不相悖，离别和重逢都需要勇气。如果你想加入再见爱人第二季，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报名吧。合了，又会师了，来吧，同志们，会师愉快。是我今儿一过来看，他俩住一个房间了呀。我们俩可以住一个房间的，哎呦，像兄弟一样。我俩可以。我不要跟你睡。我觉得你这屋都比我们那儿凉快。啊，真的吗？我那屋好热。你是要跟我睡吗？你们家人来人了吗？我的好朋友来了，就吵了一架跟他。真的？我王哥什么都好。我知道自己很多不好，就是不改。哎呦，那你为什么要想着去改变亚琼呢？不要转移话题，我就问你，今年成功了没？你觉得人生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需要坚持，需要要求吗，大哥？亚琼为什么要跟着你？你凭什么？我有一点爽。真的是好姐妹，我觉得都非常的可笑，太多事实不对，逻辑不对，后来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昨天特别神，就这种挂耳比较，
大概买了20过左右吧。人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呈现在他面前之后，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因为我很疲惫。我觉得都是 bullshit， 不要跟我说这种话，这是一个坏习惯，非常讨厌的坏习惯。行，挺好，彻底让我尴尬。你就是这种尴尬的次数太少。我又要生气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厌恶我喝酒吧，这是对我的一种报复。对，我可能要崩溃了，随时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真的不应该再喝酒了，我想回去了。别，挺好的，你成功了。你去哪儿啊？看月亮像一个彩的哈密瓜，它照亮我们身着赤裸的盛装，手攥一张遗憾的地图。上微博关注在家爱人，解锁节目幕后精彩花絮。上微博搜索节目在家爱人话题页，参与精彩互动，为你喜欢的节目嘉宾打 call。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娱乐、韩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 Zucker， 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媒体明谢、快手娱乐、快手综艺，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特别合作百度输入法、探探、智行、讯飞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彭颖轩、梦鸟民宿、木棉说，媒体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金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香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花边娱乐、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